Hello，今天我们吃四个大的血胖子。这个不是芒果味的哦。奶黄，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么大的雪妹呢？这样吃起来太爽了。这颜色太治愈了。这个芋泥的好香哦。芋泥脑袋表示强推，芋头控表示爱了爱了，这个芋泥真的太香了。哎呀妈呀，尴尬了！肚子在叫，明明吃了两个的肚子，怎么还这么饿？我想着下次抹茶局一定要加个这个雪媚呀。这个雪面真的好大一个，一个顶普通雪面的两倍，所以一个真的吃太久了。别小看我自己只有四个，其实差不多等于普通雪面的八个了。这是巧克力的。
今天真的是吃甜品把自己吃饱了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拜拜。